平常是居家工作吗？都可以，随意安排，对，真好。因为我是最边间的嘛。边间吗？只是刚好他离其他间比较远。真的是角落生物，真的是角落生物。今天早上有人在这一间，各有风格。那如果中途随时累了，想要出来晃一晃都 OK。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长进展。那你是看到贴文来放的？我妹分享给我这个贴文，我就觉得好酷哦。完整的卧房，啊，所以如果累了要躺下也 OK。真的吗？今天好快乐，很大哎，159吗？119而已。不好意思，159有点贵。
啊。